街道里面，然后很开心来到这个地方，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地方的风景。其实呢，我也非常的兴奋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呢，在去年一整年当中呢，其实我们在忙碌制作我的新专辑当中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一年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里面有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曲风，还有看到喜恩会跳许多不同风格的舞蹈，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新的尝试。那我相信呢，我们制作这张专辑呢，大家一定会喜欢，因为我们真的放了许多的心血在当中。这张专辑要送给大家。